使用于雷射切割厂，专业生产垫片及雷射加工，使用于50吨的冷却水塔中。在未使用电极式水垢处理机前，约每3到6个月要拆主机端盖，人工方式清洗一次。因每批雷射主机购入时间不同，故拆开端盖时的密封片也各不同，有些甚至无法买到备品可换用，造成每台机器的密封片都需自行想办法裁剪，人力损耗很大且需停机。每次保养所需经费少则5至6万，多则10多万元，但若停机清洗，耗损会更大。自从使用电极式水垢处理机后已3年多，该厂现已不用再拆端盖保养清洗，这3年来已节省下不少人力及电费，生产线也不必因停